从在这个所谓的西方的教会，在过去100年呢，就开始的注重所谓的家庭事工，因为他们看见婚姻这个的重要性，家庭它需要有一个美好的，然后圣经化的这个婚姻然后才能经营以致儿童他们的孩子。延伸到这个第二代，所以在华人教会里，这是在过去，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领受，或者是新的这个重视，在过去一般呢，就是比较注重的是所谓的门徒训练、传福音，这个家庭事工反而在过去没有被重视，然后特别是在这个所谓的华人的移民教会里，在海外，就是在这个海外，然后也开始有所以这个是我也接触到一些，特别是在这个所谓的海外的教会。所以回到这个你问题的。重点呢还是在这个婚姻，跟这个夫妻的关系、教养儿女，这个差不多就是在这个地方。其他的呢，甚至这个家庭的事工呢，一般都是所谓的定义在他的年纪，所以是在教会里你会有儿童事工，有青少年事工，然后或许他有夫妻的团契。然后接着，然后也有这个所谓的老年或者是长者的事工，这是这样子。然后这些的价值就是真的是为了信仰可以传下去，是吧？你问得很好，这个所有的家庭事工。当然，这个夫妻家庭，然后专注在这个所谓的婚姻，一定要有好的婚姻、好的家庭，这个第二代的信仰才能够能够持续然后孩子也从父母亲他们的这个和谐的这个所的这个婚姻里面他们就比较容易继续来。这个在信仰上接受父母亲的信仰，然后这个是一个事实。当然我们也提到，这个有其他的家庭事工，你在过去华人里面，大部分的教会都有所谓的妇女团契，妇女团契就是当然就没有男的，很少有这个弟兄的团契。那当然也有这个儿童、青少年，然后这些是就是按照年龄，我刚刚提到家庭的事工，也是在这个最近10、20年才开始在从这个家庭的婚姻这个着手或者是专注在这里，这个你如果看这个华人界的所谓的家庭事工。这一些是这个教会外或者是这种跨教会的事工，专注在这个家庭的这些，他们都是20、30年的历史。当然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华人也是跟着这个很有名的这个美国的 Focus on the Family 爱家这个大的机构 James Dobson，他的确是这个。这个家庭事工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先锋，他把这个家庭事工从这个亲子家长如何来培养好的亲子关系，然后在不同年龄层，从幼儿的到这个学龄，还有的接着的，特别是在青少年，甚至延伸到这个大学。这个是James Dobson 的确，
是这个家庭事工的，你这个不是说创办者，他把这个家庭事工变成一个非常有的规模化，而且他的这个意向，就是帮助教会，然后拥有一些资源，然后这个的确是一个新的，你可以说这个一个新的开始。